哇塞，刚刚那个也太扯了吧！真的不愧是江湖人称凯杰大师的魔术师，真不愧是大师呢。这个分析，那我们赶快去找那个魔术师来救救小伟吧。凯杰大师，凯杰大师，在哪？想必两位一定是我的粉丝吧？肯现在定去的。找那个台下的雅轩跟后移加入我的粉丝后援会。等一下去买我的那个魔术秀 DVD，3张抱抱，5张还可以合个照哦。划算吧？不不，凯杰大师，其实……这样还满足不了你哦，你胃口也太大了吧？我的天呐！不然我就破例啊，你只要买10张，我就可以给你来一场那个惊天动地的约会，不要做一个一日男友，这样。不过凯吉大师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啦，我们就只是要就是救救阿伟啊。哈？什么？等一下，时候不早了，今天晚上啊 ，Wacky Boy 要发新的影片，我要赶快去看了。拜拜拜拜。他怎么就这样走掉了？谢谢你哈，我看得出来。